那个叫那个故事嘛哈，那个三子，张英啊，张英啊，他就收到那个家书嘛，他原来银出兵哈，在重盖房子把墙拆掉了，他就要重盖，哎，进了开些灰啊，讲你请，请完哈来花对门，他因为家里老板在京里面当尚书嘛，内阁大员啊，他老板家不敢做主，他觉得哈对方哈。欺负我不是老板，我就把那个墙往我们这扩张啊。而且他想，哎，这种小事也八百里加急，他就给他回首诗给他。他说：“千里修书哈，只为墙。你这八百里快几个是为这墙往东往西而已哈。”对，那边到天鬼啊，那几里个。他说：“让他三尺又何妨？”万里长城哈，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牛三笑，这个吼，哎，牛三笑了吼，出兵都拍死，就是。不能练。那个哦，你好，你好啊，伊昨天都拍死退了，他退了三十之后呢，他那个邻居也退三十，所以本来两个墙，这就多了一个六尺，所以安徽桐城现在一个六尺巷，现在还在。欸、那个还立一个碑在那边的，我还记得这个故事。我说以上共是公告是真的，所以上网下来写安徽桐城六十下，那就是类似这样的故事哈。那这个哈、哦、梁跟楚的交界地方在土地很肥沃，都可以种西瓜。但是呢，这两个人很努力在浇水，所以那个西瓜就长得很好。那楚这边很懒惰，所以西瓜长得不好。啊，这两分段都无缘分，那也半段。看他长得好，又不检讨自己，又检讨别人哈。只有楚国人就厌恶他长得比自己好，一偷搞坏梁国边庭的官，就是自己跑不快哈，哎呀卡位啊，让别人跑不快。梁国边庭发现哈，就请求县尉让他们以怨报怨，进山鸡里面才会倒片嘛，就是还是搞抹黑嘛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觉得抹黑是不好的，但是你抹人家黑的时候呢，那你没有立场说抹黑不好，真的啊。你如果觉得这件事啊，讲三心不好啊，你人家骂你三心，你回三心，那你就没有立场说人家三心不好嘛，因为你跟我做一样的事啊。所以如果人家骂三心说，哎、欸，谢谢光临，就说哎、欸，就用那种你这，因为你觉得不好行为就不要做，你光临嘛。所以有一门工业。宋就说：“那我们要回敬他，这样好不好？有脉搏，那得有脉搏，好不好？因为这是结怨的开始嘛，是结怨的开始。那跟那个你的结这怨后面结不完嘛，是吕双兼兵制。所以刚好我教你一招啊，你傍晚派人过去呢，去帮他们灌溉他们的瓜，帮他灌了瓜之后，当他瓜长得很好，跟我比较好，他就不会嫉妒你了。”啊，结果吼、哦，对方都拍死，对方都拍死，这楚国县令闻到之后大为高兴，对楚王据实以告，他来拍死，人家对我们这样，我们对人家这样，人家本来对我们这么好、哦、所以激发他的羞耻心了。结果他就哎、欸，就暗中访查，搞乱官员的人是不是有其他罪过？所以回报是梁国暗中推让，于是楚王重金酬谢梁王，并与他结交。所以楚王时常诉说梁王之事，认为他有诚信呢，梁国友好从宋就开始。所以有什么呢？这柏拉图的话哈，就蛮说 ，always be kind for everyone， 对每个人都要有礼貌，即便他是坏的人，好坏的人。Is fighting a hard battle， 在险恶的战争中也要对每个人很好。那这就是吕双兼兵制跟那个直方大一样，好、哦，对不对？你说很难，可是你一旦要用怨结他，你就是结不完的怨，结不完的怨。所以要抱怨以德，我们抱着要用德来抱怨，因为我觉得我不跟你一般计较，我跟你一般计较，我就跟你要，那我有什么资格说你不好吗？对，那我们修养是对自己的期许，不是对他的期许的。好，所以有时候呢，我们真的接受不公平、不合理的对待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都没感觉不对啊，是不是？
市长有人真是没礼貌，所以他叫你演讲也不可以讲一声，突然把名字按上去都有啊。我们就突然打开，哎，哦，下个月我要演讲，我帮他供。那个这个是我们都有碰到，对不对？因为有时候我们太熟悉之后就没礼貌。在一个医院里面啊，他就说啊，医师以前都不用讲就可以演讲啊，所以偷偷把我名字按上去。他那天都感冒，我怎么会演讲？有可能啊，是，总之你要先打个照会嘛，哈。但是我们面对那不礼貌的人要怎么办呢？这有一个故事哈，让大家思考一下。而杨素的弟杨布呢，穿着白衣服出去，而且我回来的时候下大雨，就把白衣脱下了，啊，里面的内衣是黑色的。但是狗呢，认不出他是杨布，有些人一出去穿白衫啊，啊，等下穿黑衫啊，爱就是陌生人，爱他不一样，他不一样哈。他说：“这可恶的狗东西，把他打下去。”然后呢，他哥哥就说：“哎，不要打他。”他说：“这养这么久啊，竟然认不得主人。”好，然后杨，那就他说：“哎，不要，我就一直冲动要讲杨过，不是、啊、小黄林。”因为如果这只狗哈出去的时候是白狗，回来黑狗，你也觉得很奇怪。安心秘书，你讲狗哈不能认识太复杂的东西，他不晓得人的内在啊。哎、啊，你怎么跟狗一般见识呢？这个郭台铭讲，有人对人不礼貌的时候，一般我们把它当作狗。看我读过这个故事。他其实我不要讲这么，就是说，其实哈，有时候人做一些事，他又不认识你嘛。他如果真的认识你是主人，他干嘛对你吠？他就是真的不认识你嘛。那你可能过去很有怎么样的地位，怎么样的表现啊？可是你来这个地方，人就是不认识你啊。我如何对你尊敬呢？我哪里下？做马英九第几天不要立即开演讲嘛？在嘛？对吧？哎呀，水桶只说哦，这马英九，那加点，是不是？啊、所以这人情之常，就像狗一样啊。所以呢，你对人宽容一点，就觉得这你受一点委屈什么都没那么好计较。哦，所以呢，如果下次你就说、啊、怎么有人那么不礼貌，怎么样那些哈，就用这种东西来跟人一般计较。因为要是你在异常情况，你跟狗表现一样，你对你不熟悉的人也是一样表现。好、哦。第三，含章可征，破铜王室，无成有终。章呢，就是有来宅啦，八斗五僚就含章啊，文章嘛，对不对？含章可征呢，这是可以办大事的，就含章可征，有料啦，破铜王室。但是这个重点在这个货，有料不见得要做事，会开车不见得一直要当司机啊。好懂哈？货呢，就是我们的货月在渊，货月货在渊嘛。我要先让我自己有料，我有料之后呢，祸从王室，我时间条件许可的话，我就去奉献，叫祸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觉得我有什么财宝，我一定要奉献啊？不对，时机不对，条件不对，我就留着，等到时机好的时候，我再出来做事，叫祸从王室。然后呢，无成，无成是吧？不要成功在我，因为像王勇在，对不对？一直当二号啊。当台湾在王勇亲长在就王勇在一直就当张西他就王勇在的，对无成啊，但是有终，有终呢，我只要觉得我能够奉献才华，哎，就值得了。到底是不是我有没有成功或成名，不是我考虑的，我这又是更高的修养，更高的修养。但像我们在公家机关哈，或怎么样，以前我讲过一个冯道的故事，五代有冯道，他当宰相哈，五代总共80年哦。换了五个朝代哦，所以有朝代的2年、5年、十几年这样而已哦。就五朝的宰相都是冯道，啊，所以冯道这个人呢，在历史上哦就有，那第二就很奇怪。有人说忠臣不是恶主啊，对不对？哎，马英九开心，啊，你把这隔魁，啊，马一要蔡英文开心，啊，你把隔魁，那你怎么一点叫我格调呢？哈，对不对？可是冯道他的说法，我的老板不是那些皇帝哦，我的老板是人民哦。你讨厌我，也看人赶快哦。你的新老板来哈，新手上不懂怎么当老板，但是我知道怎么照顾人民啊。所以老板换归换，但是我自外逃了、啊。我们在公家医院上班，院长3年一任换来换去啊。那但我一直揣摩，这院长我应该什么招式不对啊？反正这一线会要控别的地儿啊。所以老板是人民啊。老板是北南啊，他讲是这个，无成有终啊。我对的事的话，我才不管你上面怎么换。你赏识我也好，不赏识我也罢，
做我应该做的事。因为我们很难苛责外面的人，不了解我们的人对我们，那你说我有来宅，那没有机会相处，没有机会表现，你还知道我有来宅？因为大部分都让我做眼嘛，不是慧眼啊，就是所以对那些不认识你的人就笑过就好。我们接下来讲这个故事，是刘基，就是刘伯温的故事，他讲一个寓言故事，公之巧得两桶。公之巧是一个工匠，他得到一个很好的桐木，琢而为琴，把这个桐木作为琴，弦而鼓之，金声玉韵，自以为天下之美也。这琴知道做会吗？限制于太常，太常就是那个管音乐的，使国公视之，他曰抚鼓。所以你讲哦，因为这琴的音色很好哦，但是他跟人家说这不够鼓啊，你的琴哦如鼓如何嘛，所以这做丑笑人，我这琴不够鼓，所以就是歹琴，懂吗？先看你的标签啊，因为不够鼓哦，但是这琴目的是要有好的琴声啊，结果呢抚鼓。公之巧啊，你要鼓那就简单了。魔珠七公啊，提响鼓的擦来擦擦来，做断纹，又把它用鼓鼓的纹路一样。魔珠拽公做骨干哦，挤牙而埋住土，然后呢，把它藏在土里面哦，刻模操铺，刻模操铺。鸡年出世，过了一年以后拿出来以后，报以试试，来吹杯。贵人过而见之后，意志以百金献猪草。哦，这古琴啊，民琴啊，到现在是有没有人听过的声音？没有。啊，所以一般人都这样。一般人说，啊，你对啊，他有我哈佛的博士。原来博士读什么网站啊？我听哈佛惊到，就觉得自己矮一截，是不是？就这样了，所以先看他那个贴的标签以后，再看，就想说推论说他讲这个标签，他应该很有料啊，是不是？但是有没有料是要看真功夫啊。那琴声到底好不好，没人知。啊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有一身的才华，你就跟这些人计较的话，那你就小看自己了。好，乐官传世皆稀世之珍也。你看，一样的琴啊，就是有包装过了嘛。好，稀世之珍。所以呢，公子小说吼，悲哉世也哈，这一般人怎么都这么肤浅？他对琴是这样，对人不也是这样吗？那有来在八道无聊的人吼，能看不出来。所以你有那可能你在追求学历怎么样这也无可厚非。可是有学历真的有料吗？也不见得。所以人还是要靠相处。那如果说这样的话，因为一别人不懂你的话，你就很难过，也不用啊。路遥知马力所以无成有终。会跑的马他说成功路上其实不会太拥挤的，因为大家不会坚持嘛，跑到最后只有你了，所以路就快了跑了够久了，路就是你的。寡人无咎无欲一辈子，好像李国修讲的，一辈子只要做好一件事就功德无量，就做好一件事就功德无量，很专心的做哈。寡人无咎无欲，这囊呢是像这个嘴巴把这囊刮嘛缩开，寡人就是把这嘴巴封紧是无咎无欲，就是少开口呢。不会犯错呢，虽然没有得到什么赞赏，因为都不夸自己好坏嘛，对不对？人家不会夸你，但是你也不会因为嘴巴多讲话带来祸害。有时候呢，沉默是一种力量，沉默是一种力量。人家夸你怎么样，说不是啊，一直辩解，一直辩解，越辩解又不是啊，有一些算计搞，结果抹黑你，有掩盖什么？有时候你不讲也是一种招式嘛，你讲两次好像没有了，他讲不下去了，所以寡人叫当圣其行，含而不露。有时候呢，所以呢，佛教讲什么六度修行啊，忍辱才能精进。有时候呢，言语上忍辱啊，我跟我自己把你听听就好了。所以我们用这个禅宗这个故事叫沉默的力量。年纪中呢，有一个美丽的女孩呢，美丽女孩未婚而怀孕了，她的父母非常生气，就严厉的逼问女孩的生父是谁。女孩呢，死也不肯说，死也不肯说，因为亲戚家就讲说，啊，这是我跟白隐禅师生啦，我白多少对啊？男主角没有现身啊，我白多少？白隐禅师，白做衰啊，对了，你做衰对了啊，所以
父母勃然大怒，其中去保白影禅师。白影禅师听完以后说一句：“干嘛呢？我神给我养斋，是这样吗？”但不晓得是不是的哈。哎，一人啊，孩子出生后就被送到白影禅师，你生要你改姓。哎，叫吼，伊就假赛人传的囡仔。好，白影禅师已经名声扫地哈。这回想，那讲生囝啊，留下那个过节囡仔。难得他自己便未因此而受到干扰，他默默承受着各种白眼非议，独自准备孩子所需的一切东西来照料这个幼小的生命，都是命啊，是不是？因为你做个修行，所以人家娘你歪狗，你得贴爱狗，所以你假财假金假假的就看出来了、哦。一年以后呢，年轻的妈妈受不了良心的责备，终于将实情告诉了他的父母亲。孩子的真正身份是外村的一个年轻人。他的父母呢，得知真相后大吃一惊，立即去找白影禅师，向他表达深深的歉意，深深的祈求他的宽恕，并将孩子找回。那就白影禅师说什么？是这样吗？我这样形容就管了啊！我话一般人对人好像哇，我塞我。可是你想到什么叫修行？我们上次讲过那个渡河哈，他不是那个小女生。我说你修行，就像对人没有感觉，才是跟这白眼禅师一样。你躲了，阿罗会，阿哥是你在下面讲，你在下面讲嘛，对吧？对啊，可能我电话客话唔对，阿哥问你，你在下面讲，所以无缘他死，同体大悲嘛。所以以前勾引大家讲，人世间是非一下子说不清楚的，这真的是慈悲啊！啊，真相总是有大白之后呢，哎，听到你话，阿叔还是那大白为着。大人要牺牲是小朋友权益嘛，所以这才是真正的修行，哦，沉默的力量，哦，忍住才能精进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就要去讲，哦，是这样吗？你说怎么样？有没有学这一句话？碰到什么？哦，是这样吗？哦，真的，哎，对，真的，对，因为有时候你那个前因后果一下子搞不清楚，哦，就先不要太早表态啊。是这样吗？是这样，我谁给我唔知？是这样吗？我跟你说嘛，是这样吗？不是这样。我跟你说一句，叫我。不是这样回答。啊，那时候是这样吗？是这样。说不是。可是你一旦变了，你说那谁呢？就停不了嘛。对啊，是这样。对吧？你讲他就顿不了，你有没有想说他的智慧这样？我讲你生，我讲唔是。不是的。啊，你唔是生，我想我昨天讲是你生。我唔知你昨天写讲我生啊，我而且我这边就那边有理说不清嘛，那到时候小朋友谁顾？是不是？那如果他把小朋友带回去的话，那女孩子就是名誉扫地嘛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你看这种，就是能够受果之果，就是说，人家都不要的一干完整，他才能够称，那是修德，这种就有力量，忍住才能清净。这个故事其实我看很多，这反而是日本的禅师啊，这个真的叫修行，叫修行哈，日本的。冤不怒哈，欲不喜，瓜难嘛，嘴巴闭起来哈，反正东西就是是非自在，公道自在人间，我变了我老爷啊，经得起棒，扛得起担。哦，如果人家骂你一两句，对你不礼貌，你小家子气，小家子气哈。所以哈，有时候哈，像我会被邀请去外面演讲，啊，有时候去的时候也是要请我们自己来，他是要演讲的，结果心里都没有，告告顶的也是要到这到那都要自己来，但是你也可以说你的新闻怎么样，你就不讲吗？可是我们都觉得说，哎，既然我们有人在下面听我讲两个小时的废话，光想到这就很开心，就不会计较太多，所以说，哎，我们远大目标是有人跟我们分享善知识，那其他说你对我们很尊重啊，哈，啊有没有对我很礼遇啊？有没有放开水啊？那个相对来讲不是那么重要。乌马赫博瓦博瓦巴，我觉得这是白影禅师这种修养，哈，这种人格力量淡淡，但是很强烈，哈，很强烈，哈。黄沙圆寂，它是简要的象征法，哈，黄是棕色的，哈，那皇帝都穿黄色的嘛，九五之尊在棕嘛，哈，山呢？山是指这个，我们看导章很好，这一嘛，那是称你叫山啊，哈，哦，山，黄山是什么？尊贵的颜色，但是人家看不到。当城呢，就是
永远都沉默的大臣，荣耀尽归给君主皇商，一辈子有这种觉悟的话，原籍大大的吉祥，大大吉祥哈。易经里面384里面有原籍的没几个，损卦有一个，损也是原籍哈。看这个占子里面原籍是最好的，大吉吉无咎，而且伟令就立凶，基本都卖了，凶想卖了，啊吉还好，然后大吉原籍，所以原籍是皇商原籍，能够甘心做沉默的人哈，然后维持心态平和。谦和之道，一辈子这样的话，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关嘛，就是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哈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举这个故事是晏子的故事嘛，洋洋得意。晏子为其相，出其余之妻从马，险而窥其夫。其夫为相遇，勇大盖，侧视马，意气洋洋，甚至得也。继而归，其妻请去，夫问其故。这一篇是我高中联考的时候的阅读测验，因为哈科国文了一阵哈的补习班就出题我嘛，我爸去陪考看这段，哎，这故事袂歹呢，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哈。那是晏子呢，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哈当臣哈最有智慧的。晏子为其相哈，出其遇之妻，遇呢是司机啊，驾驭的遇哈，马车的车夫啊哈。车夫的司机呢，从门缝窥其夫。好、哦，那你讲啊，郭台铭的司机呢？哎，帮郭台铭开车去。其夫为相遇哈，勇大盖测试马。我、哦、看那个，因为他当相国嘛，车很豪华，马有四匹啊。啊，其实这是人家李煜人，李煜晏子，李煜宰相啊，相国嘛。但是他那个司机哦。意气洋洋，甚至得也。他因为他老板很有名，他也跟着做起来。结果回来之后，妻子请去，说我想离婚呢、啊。哎、欸，很奇怪哦，他为宰相开车哦，也算是不错的行业，怎么会想离婚呢、啊？他看到他老公这样说，他就拎这样没救啊，没离婚。为什么？你看他这理由，他老婆在看，这是晏子。啊，这是司机，还是燕子？燕子看谁啊？啊，司机看看短。我们看他理由，为什么我看他这样子我就想离婚呢？他说哦，燕子哈、哦、长不满六尺，那谁这谁家钱他搞的对？啊，你爱搞强悍多人五人六，但是他当齐国宰相，名显诸侯。今者窃观其书，自念生隐，苍自下者，我怀疑哦，叫李威暗战就是一个老狗。对吧？金子长八尺，乃为人不会。啊你，你实在这么大，你就当个司机而已嘛，还自以为了不起。男子之义，自以为主，妾是以求去也。你这种书记还袂歹势，人家领导客啊叫我地位啦，妈呢，没有交涉。那、啊、你当个司机啊，这臭屁。哦，这个妻子有智慧的，就这样，你好，哎，你背起来。哎，老钱，被切了切。你汉超寡仔，叫他叫你安尼，啊，让你这叫来着，让这么谦卑。啊，讲啊，俺听了吼，所以这讲了吼，这有可能两种反应哦，有人变小灯上去，有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嗯、啊，有人啊，所以这讲抛出议题呢，是看下一步反应的、啊。就他抛出这议题之后呢，其后夫自易损，拍谁啊？因为有时候人没有自知之明嘛。一旦电商说，哎就啊，燕子怪问，哎，这燕子就说，哎，怎么这个变得这么谦虚呢？看他做嚣张的呀、啊，欲以时对，就把这说我老婆怎么骂我怎么样，所以孺子可教，孺子可教，哎，所以就请他。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知道什么？你看，你越有地位越高的人越谦卑的话，其实是带动人家效仿，是不是？燕子很谦卑啊，他让他那个马车夫的司机看到的太太看到了，然后再影响他马车。所以越高有地位的你，越表现谦卑的人会有影响力的。好，所以呢就让他当代替皇商元吉，所以保持谦卑的态度呢是一辈子都有益的。
龙在于野，其血玄黄。这一呢是马哦，但是他马跑到上面哦，误以为自己变龙了，所以他跟龙哦站起来了。债主当成当得很大呢，就误以为我真的是老板了，所以有妄念。所以跟真龙打起来，就有两个都打得哈气血喧哗，战个不停，啊，双输啊！本来当二号当得好好，但是硬要当老大就会双输。好，所以阴气盛极呢，阳气不来，有取阴气的代志哈。总之呢，就是他妄念过大之后呢，就误以为自己是真龙，他就把跟着把真的龙赶下来，好，就指鹿为。所以我讲这个故事嘛，赵高是宦官嘛，但是呢，因为权势很大，所以人家都以为他才是真老板，不把钱是放在眼里。好，哦，那我们就讲一个妄心的故事嘛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妄念太重哦，太大以后，他假的跟真的，那渐渐不见了，误以为假的是真的。好，哦，这个笑话跟大家分享。一世人呢，胜平胜，朝不谋夕。有一个人很穷啊，哈，哦，朝不谋夕。有一天呢，他捡到一个鸡卵，天人啊，喜而告其妻曰：“我有家当矣，我好嫁。”又讲给人讲我好嫁哈，那妻问安在哈？你的家当里堆，在上里堆啊？此卵是曰：“此事哈，然需十年，家当乃就。”我现在我今天要讲给人哦，啊，更早当哦，我得好嫁啦。放心哈，他说：“你看哦，我讲人哈，我先就。”厝边的鸡吼，把它孵卵，代比除成吼，哎，孵卵就变小鸡，对不对？小鸡之后呢，就中取一雌者呢，哎，又生母鸡，又生卵，一月可得十五只鸡，啊，十五下可以做一生捆十五两呢，啊，十五就乘以十五，哦，越来越生，越来越生，好好养。两年之内呢，鸡又生鸡，可得鸡三百，给大家哇，十九这个安徒生童话，我觉得。卖牛奶的少女的故事类似嘛哈，还一直想跳，就把牛奶都翻倒。我以十斤哈换五只这个牛了哈，我用卖了十斤了，我鸡呢就换牛，啊牛又生牛，啊三年可得二十五牛，啊牛所生又生牛，我三年就得250只牛，所以得300斤了。所以进小店呢，我就从一个鸡蛋看到300只牛。好，啊，来够手有量哦。那我此时今呢去举债呢，三年间就哎，可以得到半千金可得哈。其中的三分之二呢，我买大楼买田宅，三分之一呢买小妾，小妾，去家里大官呐，对不？这个小爸的情况要哈，被耍色。我与尔悠游以终于年不易，看一看，我们现在从一个蛋看到以后有豪宅，是不是？还有我还 有小妾，这个不讲还好，因某听这句而已，小妾，妻闻欲买小妾，忽然大怒，以手击打，啪！哦，你没小妾，把爸的鸡卵当场劈开，变混蛋，物流货种啊，他包了啊，他给老婆一，哦，你没小妾，啊，希望没有了。叫因阿就见小灯上皮对无吼，怕是得怕怕我吼，啊叫伊某王官阿能去过关哦，力拜我家者，此二户也请诸之吼。今天吼，那我的家产吼，都不见了吼，请诸之。官说你家在哪里呀，啊？啊，如何败掉的？伊就开始讲，我食饭食金哦，跟几只鸡啊变牛，啊来金啊啥啥。哦，哎，听了哦，我差点搞鬼了。妻人力数自鸡卵自小妾为止。好，官司说，如许大家当坏于二夫一犬哦，真可诛哦，好可恶哦！你这样把你 老公的家当弄来哦，拖出去斩了。我现在这官员就干了，他假戏真做哈。啊，迎接过冷官啊，夫所言皆未然是，奈何见喷啊？哎，用功好小哎，你还要当真？是不是？他都没影哎，这样我也是。他说：“哎，这个官也很有趣哦，这个坑者危险，做北乱了。”你夫言买妾，亦未然是，奈何见度？哎，公被小妾在我影啊，你的兄弟上。哎，
这个老婆就机智问答，脑筋急转弯，除祸要早啊！我这也是笑话，就想说，哎，有时候人的妄念太的话，已经干扰你的日常行为，这人都是假的，所以呢，他就笑笑这个官司就没了，妄念啊，妄念。所以呢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在讲说，这坤的修行里面，一直要提醒自己说，是走在正确的路Right road, right way 哈，永远固守正道，因为哈，我们讲这是成道嘛，但是成呢，有时候你的君老板胡作非为，那怎么办？但是我们又要遵守他，遵守他，但是他偏偏胡作非为，所以你要能够一直引导他走在正确的路上哈。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晏子论罪的故事，他老板叫齐景公哦，酷爱打猎，非常喜欢喂养抓野兔的老鹰。但是这个着重不当心的那一只老鹰逃走了，景公之后的便大发雷霆，命令将着重推出斩首，帮老板帮国王养老鹰，养到不尽忠职守，把老鹰都飞掉了。晏子走上的时候对景公说，着重有三大罪状，怎么这么容易就杀了，我要先公布他的罪，再让他去死。好，我会属于的，你有三大罪，什么罪？第一，你为君主养鸟哈，却让鸟逃走哈，这是第一条罪，不尽忠职守。你让国君为了鸟而杀人哈，这是第二条罪。哎，我也要谈罪，以后我齐景公是骄傲无义，爱台爱西人。你陷主公于不忠不仁不义呀，好，把你杀了，天下诸侯都知道国君纵鸟轻视哎。第三条罪。所以齐景公了，卖惨卖惨，我带钱，很幽默哈。有时候对老板有时候就是要这样子。我跟你讲，这是高度智慧哈。哎，因为讲得太好，再讲一则，也是晏子的故事。晏子要做尬言哈，很有趣。我觉得跟柯文哲有点像，跟我北吧北吧哈，但是想想真的有道理。齐国人把老虎跟蟒蛇当作不祥之物。那齐景公呢？去野外打猎，跑上山头时，听到一声狂笑，跳出一只吊金白耳的老虎，吓得齐景公一伙跌跌撞撞的跑到掉到山沟里。那在山沟里走没几步，又碰到水桶般的蟒蛇，都得后都都得抓，对不对？国之将亡，必有妖孽。好，来，晋文公这时候回到宫里面把晏子叫来说。我今天山上看到老虎下沟看到蟒蛇哈，这是你不祥之兆，不要弄。晏子说：“我也听过一个国家有不祥但是跟这个没关系呀、啊。不祥实际上有人才不去选拔，不想知道，知道了也不用，用了又不信任，这才是不祥啊。来，你看原来的杜威的齐景公啊，讲啥？你去山顶看到老虎啊，让。”本来你去人厝看到伊闹奇怪，迄人的厝呢，你是不速之客，怪人伫遐，是不是？山是老虎的巢居，下沟见蛇，那沟是蛇的洞穴。你去人厝看到人，那有啥奇怪？这哪有不祥呢？你是不怪自己不礼貌闯进人家的地方，对不对？这跟国家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脑筋不清楚。我想这点高端的要引导他往理性的地方去走。哦，这在臣子的最高段，怎么说是齐国的不祥之兆？我想其实臣道最高就是像晏子这种人，又能够骂人骂的你又不敢回答，然后呢，又乖乖照他讲，真的谢谢他哈、哦，所以一直让你走在正确的路上、哦、所以呢，时间差不多我们要结束了，开始了，这开最后吸引大家注意力。这是母的黑猩猩、啊、你想爱黑猩猩啊？那母黑猩猩、啊、你看发情的时候屁股很红，那屁股很红就告诉他，我被生下了，快进来啊，有样水进来了。可是我们女生人类的时候看不出有没有月经啊，看不出来。这个因为这个黑猩猩、啊、它大部分是单独抚养老八十的也没差，反正就以后要自己养。可是这个这囡那边起个短做排起的，所以呢，你看这个黑猩猩成熟，
就成熟。人要二十几岁才成熟，这靠一个人哈无法抚养，所以我要找一个忠实的伴侣。所以呢，我不能让他知道说我什么时候排卵。那即便跟我性行为之后呢，我搞不好又去跟别人性行为，所以更怀是别人的孩子的，所以你要够够掉掉，对不对？就怕你老板被成为别人的，你的子宫被别人用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要找一个很忠诚的伙伴，才能够一起走到。所以要先迷后得主。所以女生呢，要先挑一个可以跟你牵手一辈子的人。好，所以我们讲坤卦第一个哈，坤卦呢要有老板，阴呢要有阳才能成为完整的生命，但是阳要挑对，好，所以这是演化的智慧哈，可以接受吗？嗯，很新鲜。那但是一旦成为母亲以后呢？哦，不赶快了，前面好像很柔弱啊哈，好像连楚楚可怜。这是今年八月的新闻，有母垂降四楼抱九月的婴逃火场，新庄气爆。对不起，新庄哈，新店气爆的时候，住四楼的一名年轻妈妈急忙抱着九个月大的女儿夺门而出，但浓烟阻断逃生路，只好在阳台呼救，在消防员协助下从四楼垂降。咱家的女士五郎刚为四楼留下，你看，但是抱着小孩的时候你敢？哦，真的是这样哈。当演员替身养家跳楼也不怕，五月的新闻，这三例哈，苦妈目前是多出本土剧女演员的替身哦，跳楼、跳水、跳车、滚楼梯，样样都来，一次有数千元的酬劳。回首三年，为了怕被前夫打，开始学咏春拳，没想到因而认识电视制作人，跳入了替身工作的行列。虽然经常睡得鼻青脸肿，但他说我不怕痛，我只怕看不到小孩。好，为母则强。好，为母则强。好，这女生哦，你看本来很柔弱啊，还没结婚，还没生小孩哦，娇滴滴的、啊，我要变加强壮。这是前年的新闻哈，孕妇一度断气，护胎复活急救男婴，难产，那结果在高速公路就断气了。结果哎，崩溃哈，但是为了让胎儿活着，到院的时候呢，又活过来。他就小朋友解剖，剖腹生产以后就死了。这精彩的新闻啊，今天，好、哦，所以莎士比亚说什么？你说威姆这种强壮哈、哦，你的名字是女人。好、哦，女子虽弱，威姆则强。所以我们从坤卦里面哈、哦，一开始要认对，但是一旦认对之后，你的力量就无穷大，所以修养品德会产生无穷大的力量。好，我想就是大概这意思。好，谢谢大家。OK 哈，十月十二号，那我们就在这边了，因为玉文图书馆大概是没有下午，我们以后都在这边哈。